我三星熊就给他三。变了个羊刀，七千三，九千一百血，四百五十六法强，三百九魔抗。哎，我羊刀呢？哎，我刀刀被挤下来了。哎，我羊刀被挤下来了。哎，我忘记下来了。好好。哦好，熊又来了，又是他，这波得买个玉农，我就能走连胜了。靠，兄弟，帅呀！阿飞只能说帅得很啊！啊，这潘多拉来的也太新了。银雪先要了吧。银雪先要了吧，我觉得银雪有什么不能要的？三玉龙，嫖个一块钱的玉龙就行，一块钱两块钱神龙尊者直接起飞。上头有点高了，显得颜值没那么高了。寒冰或者那个卡尔玛都可以，随便来一个起飞呢。好，进去了，小输一点，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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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一点。这还夹我一下，死都死了还夹我一下，有点过分。这个挠不死。这血吸不上来。哎，这怎么来了个可血战斧啊？我都变成精灵龙了。这神龙尊者这么难嫖吗？好，他很漏，他很漏，先把他秒了，没人打我的狗熊，我的狗熊就可以自由发挥，多挠几下。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二十，二十一。我要是随缘连胜，能叠满这个摊一件装备吗？哎，我潘多拉会变那个吗？说实话，潘多拉会变这个东西的装备吗？我要那个攻速的，爆点钱。不会啊，那没事了。我还以为我很厉害，聪明的很，原来不会。熊熊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我打算摊这件装备呢，不管了，硬摊。三十。这波至少要跌到四十吧，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，四十一 ，OK， 强啊，熊熊，四十一了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个贵的，随便啥都行，少两块钱行吗？我少两块钱，好吧，少两块就少两块。我觉得我下一个我的人品下一个不会来三神龙尊者，很重要。我觉得我的人品不会来三神龙尊者。你要是来了我就，哎呀，我正好亏一块钱利息，我好想把你打死，我好气啊，我好气啊！熊熊站那边去，这边输出有点高，我怕他扛不住 ，A 不了几下倒了。我可以输，但我一定要 A， 就输是无所谓的，我不怕输。阿北从来都不是一个怕输的人。那输无所谓，这波要 A 到六十。别困我，六十，六十一，每一下都是赚的。后面六五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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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亏不亏。六八 ，A 了六八啊 ，A 了六八，这波 A 完也怪 A 几下就够了。野怪也算的吧，这里要注意着点，要个羊刀。七十一，哎呦坏了，这波被永恩盯上了。七十三，永恩，你以为你打得过我？你在开玩笑是吧？搞得你打得过我一样。一星两星永恩被一星熊爆杀。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
就是，哎，这波就能开出来了，你别说，嘿嘿，完美。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摊，还剩再多摊了三下。K 摊完了，兄弟们，一件装备还能摊不？提供一个存储，八金币加一件装备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的吧？不摊了，摊了。人要知足，越是贪心啊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你已经很不错了，越贪心越容易出事情。好、哦，三玉龙卡玛，哎哎，我怎么没上卡玛啊、哦？我的我的，没看到，怎么有个万豪在上面呢？我都站在一起了，我以为有玉龙呢。真大棒！那我不是亏了一块钱利息？那我卖个这个，大棒幺六，这能不变呢？怎么样？好事成双的目的是为了我现在能赢，因为那个弟弟加我觉得很垃圾，没什么用的，每回合第一回做三杠二，二杠一来那个弟弟街区还可以可能拿一下，弟弟加不会拿，然后这个我现在能赢，这东西打不动了，现在我两只熊一上去打不动了，所以我现在能赢，我可能就不花钱了，我稍微递了两下，递不到两星熊我就不花钱，不然我要花大钱找两星熊才能索血，因为我全一星质量太低，一个就不一样了，它的意义就在于我可以不递。你看这个强度上来了是不是？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好处，我可能能开，我可能不要六神龙了，说真的我不要六神龙，直接上两只蟒僧触发一个四十攻击力法强护甲魔抗给他吃，是不是更猛一点？你们觉得有人同意这个不要六神龙上两盲僧两那个的吗？嘿，他吃他，他吃他，他吃他。六神龙上两盲僧怎么传奇半神啊？你要传奇半神的呀，那就要转职了。你看，你算一下人口吗？我现在上了两只熊，然后如果把熊下的是五神龙，对吧？那你再下一个八人口就六神龙，你怎么上多的熊呢？哦，这只熊也能吃哦，对哦，这只熊也能吃，那比给凤凰吃厉害一点。我想一想啊，我如果要三神龙尊者，我要哪三个？我玉龙不要了，上个亚索，上个盲僧，七人口。双盲僧触发那个效果感觉更强啊。哎呦，尼可，哎，狂徒潘多拉也有利有弊、啊、圣杯不用计算了，我觉得肯定是更强的，这个毕竟是一个金色的双重麻烦，就这样我定了，但我现在没条件，所以现在先这样挂着。我130-190，你才多少啊？怎么跟我打？我还有羊刀，你没羊刀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兄弟，一个无尽狗熊，一星，虽然我也一星，拿什么跟我打？神佑面纱，金铲铲，要个转职怎么样？阿福的百宝袋，我要个神龙转。可以的，这个转职要的，转职要的，这还刷个屁呀、啊！最好的东西了呀，神龙尊者转给谁啊？我先放场下，给奥恩吗？给冰鸟，哦，给冰鸟，但英豪只会有一个呀，随便给个冰鸟，行，给个冰鸟，那我拉人口的，整个龙牙，整个龙牙就无敌了，就大魔王了。圣杯差不多了，353法强应该够用，再来个龙牙，因为这把 AP 阵容比较多，
我有神龙尊者转，我就可以上九再挂个盲僧，那就可以，那就可以开出来了。六神龙三半神，再加双重麻烦两个，小弟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这他妈怎么办啊？现在在地下，说不定再来一个，不对嘛？这样就很对，他吃他，不对，他不能吃他，飞鸟吃他，他吃他 ，OK， 完美，龙牙药，省了个妮可，我现在把狗熊递光了，我感觉今天狗熊跟我很有缘，我今天只玩狗熊，只玩狗熊上分，嘎嘎上，什么还有比狗熊更好玩的阵容？别再乱说。双重麻烦狗熊，我要魔抗，魔抗应该拿得到，差一块钱就不要让他碎了。无敌爸爸来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你四只熊，我不追三了，我上人口了，我这个东西比三星熊还猛，这比三星熊还猛，兄弟。这比三星大跌还猛，怎么老是要重新给龙神啊？这有点烦。我靠，这个大跌，给你们看一下属性，411、338，电一刀738，等盲僧那个双重麻烦上去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是猛了。我上九了啊，这样站也很猛。我不动了，我这个站位很完美，我这个站位太完美了，当场挂机好吧。这个也吃玉龙，他也挺强的，哎，63、330、410，这个究极大跌。圣杯怎么吃不到？别开玩笑，圣杯仙家才会吃的，圣杯吃不到你就去骂设计师，纯 bug。我这个无敌的，我现在要什么？我要钱，13块，装备随便吧。我现在正好两件装备，就这样好了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正好两个装备，装备可以随的呀。我要钱，日炎要不要？要的，要个重伤好了，挺好的，日炎要了吧。我这个质量怎么低？我这个质量你随便来个95都不一定打得过我。好事成双，这个装备盲僧，你来个95两星熬星都不一定打得动他。我看看另外一家熊活不活得下来，他卡了一只熊，他四只熊，我觉得这个熊不好追三，我差三张，要不要追？你看他的属性，这种熊怎么打？你在开玩笑？我就站在这里给你打好了，你看这个熊，我站在这里给你打，你怎么打？看到没？旁边的单位，怕，看似很猛的飞机，质量拉满，质量也没有很拉满，反正就无敌吧，大家理解什么是无敌就行了。怎么样？还是让他漏一点的，他已经够漏了。又漏又有输出，真的是。可以给，等我几下给亚索。三星瑞兹，5-2三星瑞兹啊，兄弟，5-2三星瑞兹莫未免有点太强，但他不一定打得动，就看我清场速度快，还是他叠起来快了。我现在还没扣过血，好，我冲过来了，只能说太猛。究极 boss， 我330魔抗，你170魔抗，你根本打不动我。
随便来个贵的嘛，然后让它变嘛。抓紧玩，抓紧玩，马上要修复的，我觉得这太强了。先用这个阵容上点，然后就可以等修复了，你至少不亏，对吧？68我上了吧。好，终极大跌来了，这个是终极大跌，这个给他吃。叠加，这叠加刮痧，我主要有个龙牙太猛了，龙牙继承属性太猛，狗熊应该要怎么削呢？应该要削成属性只能继承一半，这样就比较厉害了。两星熊能吃了对吧？这把两星熊应该能吃。熊二来了，盲僧给熊二吃啊，那他漏呀，熊二吃也行，给你们看熊二吃好了，行，熊二吃，熊二吃。我这个站位无敌，370，熊二190，这个370，442，熊二站上去吧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熊二站上去吧。刮痧，像史前巨兽，6700血，400多法强，300多魔抗。200护甲，冰心给他变掉。我站这边会不会更好一点？这样站是不是更好一点？这个让他变掉，离子火花可以要啊。都要卡一下飞机，这个飞机要三。说实话，三星飞机给他三，他也不一定打得过我们。不对不对，他怎么吃亚索不吃那个？你他也配吃亚索？你配吃亚索的、啊、兄弟？哎，你吃这个呀，好烦。没事，我熊二就可以打得过他了，都不需要熊大出马。等我熊大一过来，他这个就已经顶不住了。我感觉我熊二都能打得过他。熊大你哪也顶得住啊，现在还能顶一顶，等加时赛你就没了呀。优先左下，这样吧，好吧，这样应该是最完美的吧，你们看呢？我觉得还可以，就这样站吧，两边分摊伤害，这样很完美啊，这样看着很完美。这个也吃到了，这个熊二就已经有熊二190270，熊大370450，两个人触发好事成双，这个盲僧真的工具能一辈子。这飞机感觉三星也打不过，都不需要卡飞机。飞机给他三嘛，我想给他三下看一下，不卡他了吧？我觉得他三星飞机打不过我的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大不了就给他击嘛，其实差不多，分的话第二第三也差不太多。哦，他好像打得我，打得赢我。哦，这熊你打得死的啊？他两星飞机都能打得赢我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卡一下，那我赶着他两星飞机打得赢我。我主要是魔抗，我要是护甲他可能就赢不了了。他两星飞机都打得赢我，那我只能卡你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太猛了，只能说你太猛了。吃错了吗？等会儿啊，先要个转职。什么东西熊大没吃上吗？哎，怎么乱了？第一波不是对的吗？怎么乱起来了？我说怎么打不过呢？这能快死一死呢？这家是什么？只准叫我宝贝33血，我打他本体，我录他一步，他不能三啊，他三了我人没了。
我就是想让熊二也吃那个圣杯，但好像做不到这个事，算了，手动换太累了，就这样。画质糊吗？你们觉得画质糊的打一，觉得不糊的打二，没几个能说糊啊。哦，没吃到，有 bug， 有 bug， 兄弟们，这 bug 还在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有盲僧活下来了？哦，不是没吃到，是被熊二吃走的，虽然他还是死了，被熊二吃走的，离远一点。我怎么两星飞机呢？熊二滚，滚一边去，熊二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就算被吹了应该也没问题。魔导转，魔导转药吧，魔导亚索要给飞机三吗？我看他还有多少血，21血。哦，我那家同行死了，操，牛牛啊，同行死。我三星熊就给他三，变了个羊刀，给他三，7300，9100血，456法强，390魔抗。哎，我羊刀呢？哎，我刀被挤下来了！哎呦，还能这样的？哎，我羊刀被挤下来了！哎，我忘记下来了。你妈的，这怎么办呀？我羊刀没了。我说怎么出来个羊刀啊？不行，不能给你算了。哎呦，我很烦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给我个卸载器啊？我究极血烦，我不会打不过了吧？我还真打不过了，感觉哎，完了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啊？还能发生这种事情的，我心太疯了，兄弟们，哎呦，我的我的，我忘记下来了，这不我的，确实是我的。他几只飞机啊？得给亚索找装备了。我还有个大爹亚索，我靠，好像还行，还是有机会吃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吗？好像没什么办法可以想，先不给他，我怕他吃错了。这吃的是对的吗？对，还得靠他，他还行，他也不是完全打不了，等完全打不了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快进加时，快进加时！哎呦，兄弟们，这鸡他妈的就这样浪了，两星熊把它卖了换两星熊打得赢吗？我感觉打不赢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卖了，我感觉卖了更打不过，不卖还有点机会。还有这一手，我想点了，妈的神志不清了，被他们搞的，这个羊刀搞完以后被搞得神志不清了。fuck， 我好烦，这波打丑了，我那个羊刀出问题了，我本来可能还有点机会，这波要是不是那个吹风，我还有点机会，这波打丑了，我那个羊刀挤下来了，我真没想到。